原标题：海伦·斯诺在中国的岁月中的老北京海伦·斯诺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描述老北京：北京以东方治安最好的城市而闻名，交通警察都是些彪形大汉，相貌英俊的山东人显出一副快活友好的神态。我极少看到在上海司空见惯的那种凶残劲儿。上海那帮子印度巡捕经常在大街上用警棍敲打黄包车夫和苦力们的脑壳。北京有上水道、下水道、电灯以及有轨电车设施。著名摄影家海达·莫里寻女士于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居住，此间她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这些作品系统地呈现出北京的建筑和市民生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